喂，有了，可是，哎，为什么我这边没有跳？我的聊天室反而也停掉，为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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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听到我声音吗？刚刚好像突然网络不稳吧，OBS 也停掉。OK，有就好。那聊天是多一个谁？猫？哎，是猫咪啦吗？好，晚安喽。虽然这个游戏天结束就要休息，因为已经开了，啊，现在重新连线，总之大概开了3、4小时了吧。啊，游戏阶段，能卖的就这些吧。铁簪要不要买啊？蓝色的手枪6000，AK4700。先看一下有卖哪些好了。弹夹扩充模组，好，这个我想要。没有卖 shotgun 哦，铁簪好像不急耶。762，哇，只能再买一些。Thank you, Survivor. Check back soon. I get new merchandise daily. Would you kindly? God bless you. Good luck. Oh, 只能装一个。Hello, Easy.
刷存在感。Surprise fly。好像不远，但是我的游戏阶段不够。A to Z。A to Z。对，刚接任务就被咬死，我也只有死那一次而已。哦，那个任务经验很肥耶，杀到那些胖子。为什么那边有冒烟啊？空投不是在后面吗？怎么是那边在冒烟？哦，是这个烟啊！看来就在这咯，一千，坑。好啦，老实一点。优化有比较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这画质是，我也不知道这比较这怎么那个，但是至少比之前顺了啦。就是已经没有什么那个，没有像之前那个。よくぞ来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。今日のご指示は？细工微。什么细工微？谢谢风元空。总之没有像之前那个，没有像之前版本更新后会卡的那个状况。哦，就在这边了，这里啊。好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要把它放下来。服了，等之后再看吧。啊！为什么都要跟？为什么都要跟每个人叫每个人看我死掉那一段？他就死掉而已啊！又不是说玩这游戏不会挂，死亡推荐是没差啊。大概在第四天的早上五六点。我十几分，几十几分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可能要去那个，帮我回倒一下吧。
我只知道是第四天早上五六点。游戏阶段还是八、啊，死了一次还掉哦，最难过了。我都拼十拼不上去，还死一次。笑死，他断线竟然还寄信给我，还以为我要关台，我只是断线而已。Goes it. Thank you, survivor. My family and I are in your debt. Here is your reward. 嗯，要选什么？好远哦！为什么他的任务都给这么远啊？久了，久了，久了。升级，升级，升级。唉，晚上要吃什么嘞？要用电锅了。今天中午很好笑，我在煮面线的时候，我想说拆开这个外包装，就直接整包面倒下去。就倒下去之后，它里面竟然还有用塑，就是用那个小胶带绑起来，所以我又把那个在滚水内的那个面线给它捞起来，然后把那个小胶带剪断，但是它有些已经粘在一起了。这要过来才能看 VOD， 我是不知道啊。可是他们刚刚都有看啊。刚刚那个谁阿泰也有看啊，手机版我是不知道，电脑版应该不会吧？我真的觉得 APP 版的有点难操作。可是那个面线就，它那个胶带哦，它胶带刚好隐藏在这个它的包装上印刷的地方。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里面还绑胶带这样子。哎哎，打不到是怎样？子弹很贵的。拿手枪哦。嗯，都是雪地啊，靠，真的是很讨厌。
两个城镇在雪地里，每天在那边冷来冷去的。疯狂开台还好吧？只是刚刚断线而已啊，不是疯狂开台。等一下还是要吃饭啊，这个游戏天结束就吃饭了。小石头，我以为是包包。好黑哦！酸。这样该脱衣服跑了吗？可怜啊！我真的觉得是以为那狼王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他，我连听都没有听到，是他突然冒出来。现在還可以贴这种颜文字哦，如果聊天室很小，应该看不到全部吧。做得出来也是蛮厉害的。如果这种大占这种大版面，你还是少用会比较好。昨天看到，我就觉得做出这些的人很厉害。
该怎么说？因为知道是哪张图，所以就觉得哎呦，马上那个神韵都有出来。不过还好，最近没有什么他的新闻。啊，讲到最近的新闻，真的是蛮想拿三倍券的，虽然还不能出去领，还不能出门花。下一个星期，我记得是几号？他跟我讲几号，忘记。7月18，7月18的凌晨0点开始可以出去去。星期几啊？7月18，7月18左右。网购不能花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好像目前也没什么想要网购啊。我请人帮我订一个荧幕了，就是144赫的荧幕。其实想要买的东西很多，想要再买一个麦克风。虽然现在这个，头灯模组蛮想要的。猎人哦，猎人不怎么值钱，选头灯模组好了。猎人没有什么用啊。这个可以带头灯吗？可以。13667680的荧幕换掉。哦，好多了。十了没？还没哦。那要去杀僵尸哎。哎，哪一栋比较 OK 的？来攻一下。这一栋是不是攻过了？攻过了，哈哈。哎呀，随便找一栋啊。哎呦，往下的不想，随便找一栋，但是这栋不想。那是狗吗？我觉得打他们都不太会停，不太会退，马上就冲到面前来。哦，这边一个狗屋啊。哎呦，我，你没有看到你枪是怎么出场的吗？我的妈！他演哪出啊？他刚刚直接从这右边喷出来，还跌倒，太生动了吧！重一摔，哦，真的不知道在演哪出的。竹子条。焦虑的游客，有点远欸。可这个经验很肥，我要了。
狼王有本事再出来一只，有本事再把我杀一次。一样，游戏接 Game Stage 九，子弹换好来。是这样，因为太冷，所以回体会很慢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拿莫洛托夫不会变暖啊？他刚刚真的是用喷出来的，那个动作，那感觉就喷喷的，好像从右边不知道什么东西被发射出来这样。还是狼王是跟任务一起出来的，没这么白痴吧？环顾一下四周，什么臭狼啊？子弹都换好了吧？体力满就按。没有黑影，没有黑影。爆了都。愤怒的肥宅，全倒。
跑得回去吗？700多块而已，现在身上。体力好像不太够。好像时间不够，包起来。We have great. It must be my lucky day. Thank you. Here you go.饿了。水煮肉。哇，要去想办法弄修枪的。
那个不是可以自己做吗？胶带断铁啊，胶带。也是有啊，胶带，好吧。纯净的矿泉水有助于消化，为你持续补充多日，持续多日补充水分。46要升6级，要升7级才能点满。游戏阶段还是卡在9。而且都只有Tier 1的，解了这么多还是都只有 Tier 1的任务。煮泡面吃好了，等一下，都这么晚了。我想一想，等一下，哇，十点了，煮个吃个，准备睡了吧。奇怪，怎么这几天突然作息好像已经往后调一个小时，就是好像回到台湾的这个，好像也回到台湾的这个作息时间，真妙。好像暂时用不到弓齁，都有枪了，大胆一点，把弓收起来。什么烂选字？
还会觉得冷，生两个萤火有没有用？嗯，好像没怎么用。体感温度 6.1 10 好像没多好欸，拿火把。对啊，一个两个其实没差欸。但是火把的威力显然比较弱。哦，负，负二。怎么打不开了？嗯，好啦，先这样，这个弄东西吃的，这个这边带应该明天再开了吧，反正今天也开了三四个小时了。好，先这样，啵啵。